愿主同你哋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攻读圣约望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。万物，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，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。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却不能胜过他。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是为作证，为给光作证，为使众人藉他而信。他不是那光，只是为给那光作证。那照亮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，他已在世界上，世界原是藉他而造成的，但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来到了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。但是凡接受他的，他给他们，即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权能，好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他们不是由精血，也不是由肉肉，也不是由男肉，而是由天主生的。于是圣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见了他的光明，正如父独生者的光明，满日恩宠和真理。约翰为他作证，呼喊说：这就是我所说的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原先我而有。从他的满盈中，我们都领受了恩宠，而且恩宠上加恩宠。因为法律是藉梅瑟传授的，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，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，身为天主的，他给我们详述了。上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请坐。我在其他堂区呢，我这个是我第九个堂区，那么就以往八个堂区我都主持子夜弥撒、圣诞弥撒。通常呢，我主夜弥撒呢，我准备一篇道理，第二日圣诞日呢，我又准备另一篇道理。但来到这个堂区呢，主夜弥撒呢，从此我没有机会讲道理，因为由主教主持他的座堂是这样，我没有机会主持主夜弥撒，所以呢，你们呢没有机会分享，有机会同大家分享我关于子夜弥撒的道理。今日我同大家讲讲翻一啲子夜弥撒的信息啊。我每个堂区我都讲一个故事嘅，呢个故事我十几廿年前咧喺公教部写嘅。个故事咧话有。外国啲圣堂咧，楼底好高嘅，好多蝙蝠啊，好多蝙蝠，好烦嘅，蝙蝠喺圣堂好烦嘅。咁咧，佢又赶佢唔走。咁啊，试过有几个神父咧，佢哋倾偈，几多神父话：，哇，嗰啲蝙蝠好烦啊！我试过搵枪，搵猎枪打佢啊，佢散弹猎枪打佢啊，我打完佢之后。都唔走，打个天花，一个冬一个冬。第二个神父话：我就冇你咁残忍啊，我就冇咁搵啲枪打佢哋啊，我捉晒佢哋啊，一只一只捉晒佢哋，搵个袋装住佢哋，跟住咧车到好远，车到好远，跟住将佢放生。不过我翻到圣堂，佢又仲翻得早过我。第三个话。我就冇你咁残忍开枪打佢啊！我就冇你
咁傻揾个袋装住佢，再去咁远放生。我将佢哋捉晒佢啊，跟住咧帮佢哋领洗啊。领完洗之后啊，从此佢哋唔翻嚟啦，剩翻几只，仲有少少，到时啲领肩帮佢哋捉埋佢，领肩阵，领咗肩阵之后，哦冇咯，唔翻嚟咯，全部都啊。不过间唔中佢哋翻嚟嘅，间唔中佢哋摸黑翻嚟嘅。喺12月24号晚啊，蝙蝠系夜晚出动噶嘛。12月24号晚咧，佢哋就出现噶啦。哇，好多蝙蝠教友啊，嗰阵时出现啊，或者有啲喺复活节啊，嗰、那个烛光礼仪嗰度喺嗰晚翻嚟。所以咧，嗰啲蝙蝠教友咧，又系喺啊夜晚摸黑翻嚟嘅啊。所以寻晚咧都有一扎蝙蝠教友嘅。平时唔翻嚟嘅，系12月24号晚翻。有啲寻晚翻唔切，今朝翻咗啊！在座啊，有好多蝙蝠教友啊，今日翻咗，或者佢哋唔单止系蝙蝠教友嘅，都系教会嘅 CEO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 啊，嗰啲教会嘅。CEO 今朝又有炸坐喺度 ，OK， 好，大家第一个故事啊，同大家通常我平安夜讲嘅吓，好啦，讲翻平安夜啊，平安夜咧，其实耶稣诞生嗰个第一个平安夜，根本上并不平安啊，圣诞节。俾我哋嘅感觉好温馨，而家好温馨吓，有圣诞树啦，圣诞灯啦，有牧羊人啦，有可爱嘅羊啦，有大餐啦，有雪花，但系第一个圣诞夜冇呢啲嘢，第一个平安夜冇呢啲嘢。你好鍾意平安夜唱一首圣歌，平安夜圣善夜，其实是假的，第一个平安夜没有这些东西。第一个平安夜，你想一下，玛利亚和约瑟在个山洞那里，在山边，在马槽诞生耶稣，冻冰冰湿淋淋，我寻晚又叫你喺路边生仔啊，你都几厉害啊！咁样就，所以第一个平安夜，玛利亚约瑟喺山洞生耶稣，嗰、那个系一个马槽。咩叫马槽呢？马槽唔系简丙池嗰、那个啊，马槽系一个嗰、那个马槽系一个兜，系装为动物。装啲食物饲养嗰啲动物嘅兜，呢兜肯定唔会成日洗嘅啦，所以咧喺嗰个兜生耶稣，嗰啲食物食剩嗰啲食物，嗰啲味道沤咗两日，又馊又臭啊！玛利亚同约瑟长途跋涉，已经好攰。跟住又客栈又冇地方，所以要喺马槽生耶稣，即系已经即系好辛苦。玛利亚第一胎都唔知点搞，又冇接生婆，约瑟又系第一次啊，突然之间做咗老豆，又唔知点搞。那个山洞有嗰个马槽养动物嘅地方。啊！嗰啲动物大便啊、小便啊、臭崩崩，可能喺咁静嘅山边马槽，可能都有好多野兽嘅叫声，好恐怖嘅叫声啊！仲可能有啲强度啲，所以平安夜根本上并不平安。你谂翻当时嗰个情况，所以我话你唱一首圣歌咧，其实咧唔系好真实嘅。平安夜冇嗰啲嘢，
第一个圣诞夜就是好似人类本身的生命，好厌烦，好污秽，一团糟。例如那个马槽，那个环境，好厌烦，好污秽，好一团糟。这个第一个圣诞夜，就是人类生命本身。正是我们在我们的不完美当中，在我们的罪恶当中，在我们一片混乱当中，天主要进入人类的生命，予以圣化。所以圣诞节我们就是歌颂神圣过夜，邀请我们接受天主的爱，那份爱转化我们的人性，由那个洞穴中孤独无望的诞生，到满日住充满住希望和喜乐的救赎恩典。圣诞的奇迹就是天主不断向人类招手，无论人是几咁顽固，无论人是几咁自私同埋拒绝佢，天主仍然继续召唤我哋同佢建立关系。天主并冇降下雪花，好似一张毡咁样遮盖呢个世界嘅罪恶，使所有罪恶由我哋眼前隐藏。冇，天主冇降下雪花嚟到遮盖呢个世界嘅罪恶，因为呢啲雪花只会好快就会散去，又正如假日嘅情绪好快就会过去。正如我离散开始嘅时候我所讲，盼望圣诞节圣诞日的气氛过了12月25号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例如我上个主任所说，今年圣诞又没有气氛，圣诞的气氛不是由外面来的，圣诞的气氛是你的心那里来的，圣诞气氛不是由圣诞树、圣诞大餐、圣诞歌那里来的，圣诞气氛是你心里面那里来的。你心里面有耶稣，有时时都有圣诞气氛。我早十几二十年前开始有简体字的时候，开始有简体字的时候，内地有些海报写着圣诞节，简体字圣诞节那个圣字呢，一个有字下面一个土啊，定是啊，我时时一望落去，我就想起个怪字，一望落去就叫怪诞节，怪诞节咁嘅啊，即系呢个简体字个圣字，好似个怪字咁啊。我时时话，中国大陆嗰阵时边有个圣诞节呢？佢哋过怪诞节噶啦嘛，有耶稣嗰啲叫圣诞节，冇耶稣。佢咧叫怪诞节，寻晚好多人过怪诞节啫嘛，边度过圣诞节啫？啊，我就过圣诞节，我哋喺度就过圣诞节。寻晚好多人过嘅系怪诞节，所以天主冇降下雪花嚟到一个呢个世界嘅罪恶，因为雪花好快就会散去，假日嘅情绪好快就会散去。如果我哋只系依赖嗰啲容易消失嘅事物俾我哋圣诞嘅感觉，嗰种感觉只会随住节日而过去。但系天父派佢嘅独生子进入去最难受、最丑陋、最孤寂、最可怕嘅地方去拯救我哋。玛利亚佢喺呢个恶劣嘅环境里边，
诞生耶稣。佢肯定会问：天主子又咁样诞生？天使向玛利亚预报救主诞生，但当玛利亚见到自己要喺咁嘅环境底下诞生耶稣，玛利亚相信佢肯定会问：唔通天主子就要喺一个咁嘅地方诞生？唔通天使嘅预报系真嘅？定系呢一刻牧羊人听到天使嘅报告而嚟朝拜，天上嘅天使喺度歌唱？呢、这个故事两善并行，一就是耶稣诞生的境况，二就是天主的歌唱，天主的旨意完成。各位，几十年你见好多马槽，你一想起马槽，你就想起里面的动物，里面的动物你见到有乜嘢？大多数嘅人呢以为有羊，唔系以为有马有牛啊。你见到马槽喺度冇先？呢度冇，你睇下嗰啲。一般呢啲人见马槽呢肯定喺圣婴玛利亚约瑟后面呢有动物㗎嘛。除咗前面羊就喺前面嚟嘅啊，后面嗰啲呢就是大隻啲嘅啊。有人如果前面会遮咗耶稣嘛，就一定摆后面啦。啊，你见到系马系牛。但系呢话俾你听，唔系马唔系牛。你唔好时时挂住简丙词啊。咁样就马槽嗰个系牛同埋驴。系牛同埋驴。点解用牛同埋驴？因为喺你翻开以撒利亚先知书第一章，应该第二、第三节啊，嗰度话牛认识自己嘅主人，驴都认识自己主人嘅槽，而我嘅子民竟然佢哋唔认识我，唔记得我。所以呢个都系天主子嘅一个呼喊，连啲动物嗰啲牛都认识自己嘅主人，嗰啲驴都认识自己主人嘅槽，而我嘅子民竟然唔认识我，连动物都不如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当你再一次望马槽嘅时候，你再嚟谂翻啊里边嗰啲动物俾你咩嘅提醒？所以平安夜并唔系我哋睇圣诞卡、听圣歌啊、食大餐嗰种平安夜。第一个平安夜根本上唔系咁嘅，一团糟，一片厌烦，一片混乱，一片污秽。但呢个正系人嘅生命，正系人类嘅环境，正系人类嘅生命，正系你同我生命本身。天主就要进入呢个咁嘅地方嚟到予以圣化。请起啦！我哋一起宣示我哋嘅信德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而
与圣父同圣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